妹子啊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我们家小天一来啊，就帮了你家大忙了，几千万的单子啊，说拿下就拿下了。哎呀妈，这都是小事儿。当时啊，我一报我的名字，那豫大的那些领导啊，就都毕恭毕敬的出来迎接我。哎呀，这签合同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吗？我们家小天啊，真的是太有出息了。小天这次啊，干得不错，下次啊，再接再厉。我可不会像某人一样这么废物，只会吃软饭。那倒也不能这么说啊，再怎么着，舒城啊也是我们家里的人，给口饭吃嘛，那也是应该的呀。小天啊，麻烦你平时有空啊，多带带他呗。我带他？我很忙的好吧？那倒也是啊，舒城啊，你也别灰心了，以后啊，好好的跟着我们家小天，好好学，好好看，哪怕学会那么一丁点啊，也够你受用一辈子的啦。嗯，你们吃饭吗？吃吃吃，就知道吃，真是个饭桶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能吃啊也是福气嘛。苏城，以后啊你就跟着小天干，要是干不出名堂就离开公司。哎，没事儿，你别麻烦人小天，我现在这样挺好的。你倒是洒脱，你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怎么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啊？你看看人家小天。妈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说他，他是我老公。没事没事啊，那个我吃饱了，你们继续吃啊，我们继续聊。我先回房间了。老婆辛苦了，赶紧睡觉吧。心情不好，睡不着。今天李天他们那么说你，你怎么一声不吭的？吵架方面，我可干不过去了。跟他吵架，我不是找罪受吗？就你有理。对了，豫大的事情你怎么看？以公司和李天现在的实力，不可能拿得到豫大的合作。而且麻烦的是，他现在立了功，很难让他离开公司了。你想让他离开公司吗？我这个表弟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也看到了，他当初进公司就是舅妈和妈安排的，在公司这几天把营销部弄得乌烟瘴气的。好了，你也别担心了，不过你最好还是注意一下营销部的流水，李天那可不是一个安分的人。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查了一下，他因为之前是私吞了公款才被熊浩集团开除，他现在在你那儿啊做主管，权力那么大，他肯定忍不住。他怎么敢？你这个表弟啊，他的胆子比你想象中大多了。好了，快睡吧。小雨，你觉得这个别墅怎么样？苏晨，你怎么带我来这里了？我们快走吧，等下被别人看到就不好了。走什么呀？你的别墅，咱们干嘛要走呀？我的别墅，这个才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开什么玩笑，这种别墅哪是我这种人敢奢望的。哎，你怎么还不信了呢？我信，我信总行了吧，我们快点走吧，等下真的被别人看见了。完了完了，又被发现了。真的没事儿。尊敬的业主您好，我是您的专属管家，代表蓝景别墅区给您带来诚挚的问候。进来吧。尊敬的业主您。怎么是你啊？怎么不能是我呀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这儿的业主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你是这儿的业主，你知道这房子多少钱吗？1亿。你这个骑电瓶车臭屌丝啊，你这辈子买不起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们是迷路了，不小心走到这里的，我们马上就走。想走？我现在严重怀疑你们入室盗窃。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偷东西，真的。哎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什么叫我想干嘛？苏晨，要不是你，我能被豫大开除了吗？要不这样吧，现在你们两个跪下来求求我，我考虑一下要不要放过你。你真是一点记性都不长呀。喂，唐琪琪是你们公司的员工吧？你们的员工羞辱业主，3分钟之内我要让你们拦截，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你就接着装吧你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你要是这儿的业主，老娘免费让你。喂，你敢得罪业主？经理，不是不是，那个苏晨他就是一个骑电瓶车臭屌丝。敢对苏先生不敬，你被开除了。我们走。苏晨，这个别墅真的是你的吗？以前是我的，现在是你的。
不，我可不能要，太贵重了，那可是一个亿啊，我做梦都不敢想。小雨，我是不是答应过你要让你过上最好的生活？这才一个别墅，你怎么就拒绝了？不可以，实在太贵重了，我住在这么贵的别墅里，我会失眠的。你忘了张俊了吗？你之前住的地方不安全，你搬到这儿，这儿保安也好，而且离我公司还近。这距你公司是真的近吗？对啊，我还能经常来看你。那你说话算话，要经常来看我。我当然说话算话了。我住在这里也可以，我有一个条件。别墅的所有权归你，我只是赞助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我立马就回家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你现在能搬过来了吗？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嗯。你到底是谁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想。好。过来接我。你不是喜欢方怡吗？对呀，她是我最喜欢的偶像，也是我最喜欢的明星。不过听说她和玉大签约，准备拍摄新剧了，应该短时期不会再见到她了。你马上就能见到她了？什么意思啊？少爷。都是这样。我想不停不安，是否在每一个梦醒时分。谁惹我老婆大人生气了？还不是我那个表弟，还能有谁？我前天听了你的话去查营销部的账，结果发现了上百万的漏洞。就是没证据，我拿他也没办法。李天仁呢？谁知道开着你的车去哪儿鬼混了？我巴不得他天天不在公司。好了，你别生气了，这件事情我会解决的。咱们先吃饭吧。吃饱最重要。你这两天干嘛去了？去见一个朋友。男的女的？吃下。哎，少爷，刚接到消息，李天开车撞人了，现在已经偷偷逃回到林家。留着他果然是个祸害啊！上面情况怎么样？情况很严重，这个小女孩是吴家的人啊，吴信的妹妹。没错，要回林家吗？我来接你。哦，不用，我直接去熊浩集团吧。妈，怎么突然叫我回来？出什么事了吗？苏晨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苏晨有点事情在处理，有事吗？当然有事啊，天大的事儿！你知道苏晨能干了些什么吗？他开车把人给撞死了，而且还肇事逃逸，这是天大的罪啊，要坐牢的！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啊？我早就看那小子啊，不是一个好人。当初让你们离婚啊，你还不乐意。现在好了，闯了那么大的祸，要是我儿子啊敢闯那么大祸，我非打死他不可。若是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叫舒晨滚去论罪，这样还能少判几年。哼，我估计啊，那废物啊可能已经被抓走了。妈，你是怎么知道苏晨撞人的？小天说的呀。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小姐，我……若雪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有些好奇，表弟是怎么第一时间知道是苏晨撞人的？而且这几天苏晨的车不一直是表弟在开吗？那他拿什么车撞的人？共享单车吗？李天，你还真是可以啊，不但肇事逃逸，还栽赃陷害给苏晨，你不用狡辩，道路上到处都是监控，到时候一查就知道。对呀，那辆车是小天开的。你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小天，你告诉他们。这次啊跟你没关系、啊、就是我撞的人，怎么了？他自己走路不看车，还能怪我？小天，你怎么敢的呀？你这次闯下这么大的祸，没人能救得了你，去自首吧。喂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都是一家人啊，你们怎么狠得下心来竟然让我儿子去坐牢啊？那您想怎么办？现在只能选择自首，争取从轻处罚。让舒晨去啊，本来就是他的车子撞的，他是一个废物，
让他去是最合适的。我们家小天可是公司的顶梁柱，没了他，看你们公司怎么办。这跟苏晨有什么关系？明明是李天撞的人。嫂子，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。还想什么？让苏晨去顶罪啊，那是看得起他。还有啊，当初是你们要把车子借给我们家小天的，现在出了事情啊，你们要负主要责任，必须处理好。对对，当初是你们非要把车借给我的，现在要怪也怪你们。嫂子，你说这话可得凭良心啊。够，你们可真是我们家的好亲戚。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了，李天，你要么去自首，要么等着被抓，我不可能让苏晨给他顶罪的。洛雪，我可是你的舅妈哎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我没您这样的舅妈。妈，我们走。我呸！竟然让我的儿子去坐牢，我怎么会有你们这种忘恩负义的亲戚啊？哈，儿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啊，你去坐牢吧。啊，不会的，应该不会的，不就撞死一个人吗？应该没什么事情。有了吗？我现在啊，就是找熊浩集团的老总吴信，他一定有办法的，他一定会出手帮助。儿啊，你已经不是熊浩集团的员工了，他们会帮我们吗？啊？我听说这个吴信一直在追求表姐，我只要耍一点小手段，让吴信得到表姐，他一定会出手帮忙的。那太好了，我们赶快去找他呀！啊。是你们先对我忘恩负义的，怪不得我。哎呀，陈少，哎呀，抱歉啊，我都不知道你要过来啊，我打电话让我爷爷过来。啊，不用，这回我是来找你的。听说你妹妹出了车祸，现在情况怎么样呀？哎呦，谢谢陈少关心，我妹妹已经脱离危险了。哦，那就好，我们呢已经查到肇事司机是谁了，会给你们交代的。哎，不敢。陈少麻烦了。喂，吴少，有个叫李天的人要见你。李天？不认识。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来找我的吗？你脑子里装的是屎吗？我认识啊，这个人是我老婆的表弟，把他叫上来了。哎呀，对不起陈少，我不知道。没事，一会儿就会都明白了。好，上来吧。哎呀，我就说了，吴少是我兄弟，他们还不信，狗眼看人低的东西。吴少，哎呀，总算见到你本人了，你还记得吗？刚进公司那会儿啊，您在公司的大会上说，只要进了公司，咱都是兄弟。当时啊，我鼓掌鼓得最大声，您还看了我一眼呢，你记得吗？记得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听说呀，您不是在追林若雪吗？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林若雪啊，是我表姐。哎呀，我现在就住在她家呢。只要你想，今天晚上我就。闭嘴！我什么时候追林若雪了啊？我那是尊敬啊，尊敬啊！对，尊敬尊敬，我是若雪她舅妈，打小我就喜欢那孩子。啊，是，我也很尊敬我表姐。你看，你跟我表姐关系那么好，有件事情想请你帮下忙。帮忙啊？说说看吧。也不是什么事儿啊，就是呀，我开车不小心撞了个人，我开的也不快，就100来码。你说那个女人她过马路，就算有人行道，她怎么能不看路呢？是不是？事后表姐林若雪还让我去自首。哎，你说我去给她一个贱民赔命，她配吗？你说是不是？我觉得呀，就让那个废物苏晨去顶罪。就当废物利用了。吴少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吴少，您这怎么了？真是一出好戏啊。您是？你可以叫我陈北。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？陈北，陈家二少爷陈北。陈家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妈，别乱说，云城陈家富可敌国，权势滔天，普通人啊，根本接触不到。你刚才说让谁去顶罪啊？是林若雪那个废物老公苏晨。你说我从来都没有得罪过你，你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呢？不是您，哎，我说的是那个废物苏晨，是让他去顶罪。如果我就是你口中那个废物呢？怎么可能呀？您身份那么尊贵，怎么可能是苏晨？
怎么是你？这怎么回事？苏晨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冒充陈家少爷！啊！陈少无礼！他们两个就交给你了，也算是给你妹妹一个交代。告诉你们一个消息，李天撞的那个女孩就是你妹妹。恭送陈少。